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车轮。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那个改那个 GI8 陆尊中排座椅那个视频，然后咱们头条上有个客户，头条上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就是私信我给我打电话的话，说是他那个陆尊想改一下360度旋转，但是他在北京，我告诉他说北京我也有人，然后让他去，但是他因为这个疫情原因一直在外地来着，然后过这一两天吧，他就要去开车自驾游，然后在那上面看了我视频之后，他想改一个360度旋转的，然后配件的话已经打电话联系到了，配件估计有点不合适，然后得到时候车来了以后得还得扩眼打眼重新打眼，因为他那个陆尊中排座椅是带滑道的，我上次改的那个陆尊呢，中排座椅它是那种扣上去的，不带滑道的，它这个带滑道的话，所以说多多少少有点麻烦，到时候先把配件拿过来，然后到时候再看看具体怎么改一下。因为它这个座椅的这个配件啊，我之前找的话没找着，因为咱们头条这个朋友早就给我联系了，找的话没找着，后来他自己在这个网上看的，而且还是西安这边的。我一看，我跟他联系之后，离我这里还不远，因为他那只卖这个座椅的配件。我现在的话，待会儿我就去看看。然后咱们的头条朋友啊，你也看着点，我去看看，到时候给你弄回来。你抽时间你就过来，然后我一会儿骑摩托车去，看看东西，先看东西，大概的话没问题，我就拿过来，拿过来具体还得等头条那朋友过来之后，然后具体的再看看怎么给他改一下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我去拿点配件啊，你顶着点。到了啊，这是西安的一个汽配城，但是它离我太远了，我一般都不来这边，先给那个卖座椅那个打个电话。到了啊。你好，我拿 GL8 的那个360度那转盘。杨总，杨总，要拿 GL8 360度转就是这个这就是表。哦。这是比较重的。嗯。你是没啥，你那啥摩托车。摩托车。我看你，那我给你拿个消费袋装一下行吗？嗯，没问题。我直接把钱转你刚才那微信上可以吧？啊，可以。嗯。啊，对对对，好。好。好的好的，收到了。嗯，谢谢啊。走了啊。有问题再打电话咱们。行，有啥需要你就在微信找我啊。好嘞，嗯，拜拜。
东西拿到了啊，他这个是在二楼呢，我在底下一楼转了一圈没瞅着，然后我就爬上来了。导航老这么说，定位在这，在这。操他妈的，怎么又瞅不着？现在已经下雨了。走吧，先赶紧回去，要不然一会儿下大了。你瞅了吧，这么大的斜坡，往底下一楼爬上来，有两个底座，360度旋转的底座拿过来了啊，然后就等改天头条的朋友过来，从外地过来旅游的时候给他装上看什么效果。等下期视频，估计下期得好几期之后才能装的，因为他得过两天过来，然后过来了装上试试效果。